今日，请坐。大家当心，大家早安哈。外口的风声真大哈，啊，但是我听到大家心内的乒乓球的声吼，会比这個风声会更加，更加予咱有这个希望哈。啊，因为今日有差不多将近90张的这个相片哈 ，PowerPoint， 所以我希望我阿边的人是不是进来？我这边坐过来哈，啊，因为电脑要切掉，所以电脑还未切掉以前哈，我行到头前，大家看出我的面相。啊，不，因为电脑切掉，嘿，你未记得我是什么人？啊，我头先我是成为这个。先安尼讲啦吼，我今仔想要讲一个题目吼。咱每一个人吼，拢会用一寡物件来代表你己。人要来认识你，其实是为你个，像查某囡仔为伊个包包吼，伊看个名牌包啊吼。啊，名牌包啊，查甫来看哦，伊塞面子个，塞美玲个，迄拢是一个人个外在个表示，还是哦伊。伊拢穿西装，爱穿黑色、穿空色个，有真侪物件咧代表咱一个人个存在。咱一个人个存在，其实包括你会拣啥物内裤带，你会挂啥物手表啊？啊，查某囡仔伊会挂啥物耳钩，伊会用啥物包包，伊穿啥物衫，其实遐拢是咧表达伊个人个存在。全世界吼。我代表一个人的存在，表现痛苦的，大家想看嘛？是你买一台面子的来表达你的存在。有人说我足够赚钱，我会使一台面子600，还是什么美玲的迄落7万块的哈？还是啊，查某拢学我买一个名牌包包 LV 的迄落300万来代表我滴。但是这个物件的代表性，比袂过一间建筑物的代表性。所以咱今日的题目就是要来讲一个建筑对咱人的代表性吼，迄款的重要性吼，比咱拄则我讲遐物件拢搁较大。你甲啥物内裤带一条哦，讲10万块的，还是讲你一个摕一支迄落万宝龙的笔2万块、3万块，还是挂一个表300万，迄拢无咧代表你个人。真正我咧代表咱，靠我咧代表咱人的是其实是。是建筑，国家嘛是同款，国家嘛同款，所以下边吼，我要为一寡简单的外国有名的建筑物吼，开始放因的伊的一寡相片，啊，慢慢我会讲到世界真济国家，因拢靠因的真有名，大家拢印象真深的建筑物，伫互因做因国民的精神的一个。心目的一个代表物，我问大家吼，你若是外国，还是伫咱的，伫中华民国观光这个刊物面顶，看到讲欢迎来到台湾，还是入去桃园机场，看到咱的边个看板，哦，欢迎来中华民国，拢啥物建筑物做心目？大家想看卖哈，我印象中心就是拢用中燕山饭店啦。啊，燕山饭店跟台湾人的心内的建筑物，唔是啦。哦，燕山饭店是足支那，足中国的。迄个一个心目，就是讲我占据台湾这个土地，这是我的基啊。迄比啥物拢较重要。所以一个外国人吼，伊看到燕山饭店，讲这都是自由中国。啊，看到中国的迄款相片天安门，伊敢分得出这两个出来有共款无共款？伊真正分袂清。所以燕山饭店并毋是咱台湾的这个建筑，吼。有真侪物件，咱台湾人无去思考这个重要性。我阁举一个例吼，咱若看到雪梨歌剧院，雪梨歌剧院，大家
唔得知无吼，就一那芳船遐，你若看到雪梨歌剧院，你就想讲迄是澳大利亚、澳洲，哦，啊你若看到日本的关西机场，你就知道哦，迄日本。所以每一个国家，包括法国迄款，哦，伊个什么巴黎铁塔，法国人伊个迄落拉德芳斯，还是讲伊个新的巴黎卢浮宫的改建，你拢会看到迄一个国家的心无之乡。啊，咱台湾的心无是倒位，咱台湾敢那拢无心无，咱是来拢无啦哈，拢无的原因当然是伫咱台湾人拢咧。咱无咧管头壳内底物件，拢放予中国人去替咱管。咱拢拼经济，纳税金，予伊伫替咱管头壳内底物件。咱内底要带啥物件，拢因咧决定，毋是咱家己咧决定。好，所以我今日题目叫做建筑甲国家的意志。一个国家伊的意志透过啥物表达？其实咱比如咱去澳洲，咱去日本吼，咱看了伊遐真代表国家的一个建筑物是啥物，我举一个互大家听啦吼。伊就第一是国会建筑，第二就总统府，过来就最高法院，吼，过来就你各地的迄落博物馆，再来就是机场，因为机场最近的这个是国家的表现咯，伊比一个迄款。迄个摩天大楼更加重要，因为机场是每一个人来你这个国家第一个入来会看的物件，就是机场。所以你看讲支那吼，我足不爱称伊个号做中国，我要来正名号做支那。先来袂使来叫伊中国。中国古早，你若用时光隧道坐等于迄落一四空空年，迄代人号做元国。吼、哦，啊！若坐到八百年迄地个所在，号做唐国；啊！若坐到一千八百年迄地个所在，号做清国。所以，在1921年无中国这个名词。吼、哦，是安尼意思。所以，中国是1921以后，伊才有成立个名词。啊，是安尼，中国这个名，我个人，我是一直要来正名。外国人拢叫伊请啦嘛。中国，因为我个人是佛教徒啦吼，中国是佛教的用语内底是佛法足兴的所在。啊，因为中国这个名号，足侪台湾的佛教徒叫是讲中国是佛教的迄落重点，啊是互咱台湾足侪人佛教徒拢叫欺骗去。所以有个人还佫在清华那边叫大陆，迄是真个唔对的啦吼。伊甲咱无共国家，咱先叫伊大陆。哎，叫伊支那，啊，若无就叫伊亲那，啊，无叫请那，拢会使，都是无需要叫伊中国。头前个电话咱切掉一落，即个可能伊就看较有。好，请后一张吼。啊，即我家己弄，是嘞，我唔知我，同即我拄则有讲，虾米人凭虾米来辨识你，来捌你哈？其实看你真侪用咱人拢真侪咱的外表的物件咧代表咱家己哈。这是中国哈，啊，这个就是。迄、那、落、個、日本，你我看服装，你讲这什么的物件？服装会当代表一个国家的迄落吼，但是统计有法度，甲一个真强烈的印象吼，啊，较大规模也是建筑吼。即个咱开始，我放一挂世界真有名的建筑师甲伊的作品，啊，互咱看讲好的建筑物是啥，吼。后壁我才开始慢慢带入来这个迄落，在你放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讲出讲人对建筑的一挂看法，哈。这个是一个
犹太人吼，啊，囡仔时因就搬去美，迄落美国，啊，是美国算个真有名的一个建筑师嘛。世界有真侪国家的国会请伊设计，吼，啊，一个过身了。这是迄落是印度吼，伊替一个国会设计的这个外观吼。啊，大家感觉啊，这栋看起来都无感觉无啥物件吼。其实咱也知影，伊是一个回教的建筑，回教的国家是足重视迄款几何的，吼，真重视几何。啊，回教是一个因要入去以前，拢爱跪一坨个，爱一工爱祈祷，真侪个一个国家吼。这世界嘛真有名的一个迄落是。印度这个唔得独立未，唔得变做邦加啦，伊个孟加拉是毋是啊？啊，这个伊是替小儿麻痹疫苗迄个沙克哇，一个美国科学家叫做沙克，咱今仔拢有注射注意个小儿疫苗。沙克生物研究所哈，这个沙克迄阵就伊都嘛是邀请伊设计，伊设计这栋都是伫美国加州哈。啊！伊说个这种，伊个意思就是讲，因为即个看迄边就太平洋，就是太平洋的东秋分的这个太阳要落去西边迄边哦，都以这个最高对的方向对啦。伊就表这个科学甲这永迄落永恒的真理吼，要有小啊，要有连接的。是所有咱人的文明中间吼，无任何物件，我都像建筑共款吼，真清楚来表示着人的存在，甲你拥有的文明，吼，是，这是伊设计的迄落一德州乡吼的一个美术馆。伊这因为美术馆吼真惊光啦吼，足惊光个，所以伊若光照了，伊个紫外线会破坏着伊个画，伊个颜料，所以伊拢爱用间接光，所以伊是为这个面顶安尼打这个天光吼，同我间接弄一个圆个触顶吼，来照来这个美术馆内底吼，这是美术馆内底个一挂影像。啊，这是设计大学的图书馆哈。啊，伊设计印度的一个印度目前统合的一间商学院，印度统合的，这个 top one 的。因为咱是这个宇宙当中哦，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肉身的死亡，这全世界人拢有权利的人拢会想这个问题。每一个肉身拢会无去，啊！我要安那，自我的肉身无去的时阵吼，我要我这个精神，我要留在这个世间。所以，干那建筑，我要传落去呢。建筑，我要将我对这个世界的一挂感觉，甲一挂我的思想吼，达保存落来。所以，咱个埃及金字塔吼，埃及金字塔也是一个讲伊个一个梦吼，啊！以前啊设计这个形真的单纯，啊！咱看迄个较早亚历山大大帝的时阵，亚历山大大帝吼，伊每到一个新征服的一个土地吼，伊拢会伊边啊带嘞，一定是带，拢有带一个建筑师子啊，在底看伊边啊留下。伊嘛知影，伊这个肉身有一天会无去，啊！伊变来留下伊的心目。希特勒哈，希特勒是1940年占领巴黎以后，伊有去巴黎去啊行一遍。伊带三个人，希特勒带三个人，徛伫个边，毋是伊个盖世太保吼，嘛毋是伊个什么伊个迄落什么军的遐。头目拢毋是，嘛毋是伊个秘密警察头目，伊个边啊带两个
两个建筑师，一个是伊个边仔，伊长期咧用迄个叫做什么什么 spare 哈。啊，两个建筑师找抓一个雕塑家，伊是要创啥？即话，拄则迄个建筑师设计个印度个迄落管理学院哈。啊，过来即个就是，嘛是一个本来是德国人，啊，甲我是去予希特勒因个迫害之下，伊同我甲我无法度同我走去美国。啊，伊是咱即个党来讲，来设计做极简设计啊，伊是即个算做祖师啦吼。咱看伊设计名，即间厝吼，即间厝是迄落1950年吼。我讲你设计哈，一个查某医生诶度假别墅哈，所以为者咱来看建筑伊有啥物作用呢哈？建筑伊互人一个意志的表达哈，伊暗示着暗示啦哈，伊互咱一个看到这个建筑人一个感觉讲，用我都是想要这款的世界哈，会当表达一个人的世界观。啊，对了，拄则迄间玻璃厝，伊入去是打过几打，佫入来底，伊即间上钢啊，甲玻璃所构成的一间厝。啊，即伊是1968年吼，是柏林设计迄款国家，迄落国家艺廊吼。啊！伊这是1929年，伊是巴塞隆纳迄阵的万国博览会哈，的德国馆，这伊设计哈。啊，感觉伊去美国了，伊是芝加哥，是1973年，所有咱这款的大楼的外观，就是为伊开始的。咱去大楼拢看，拢这款物件哈，就是为伊开始的。较早是美国的大楼外观，嘛是要古典型哈，就是起20楼，但是嘛拢要。阿毛多条安尼，啊，拢罗马条，也是迄款希腊迄款条啊型，安尼一直拆起，一直拆起。为伊开始，伊感觉讲迄个重的物件爱呾解读。主要咱再看这个外观，这个拄只迄个是算到迄落统早来去的。过来这个叫做这个法国人哈，叫做这个叫做。科比伊吼，科比基的，这是设计一个教堂吼，是1954年设计教堂吼。伊这个教堂的迄落，有人讲啊，伊这帽啊哪像迄修理的帽啊是啥物吼？啊，伊的迄落重点就是讲，伊毋是像咱较早所看迄款哥德式迄落教堂安尼尖塔型的吼。伊是要小型的教堂啊，但是现代的精神，所以用光，伊空安尼，乌一空一空拢细空细空啊，啊入来内底安，予伊规个迄个教堂内底充满迄款光的变化。哦，这啊伊设计的别装哦，这一般建筑的一年啊拢爱做一个模型，啊你讲啊这看了足简单的，但你啊看伊平面啦吼。你看表面，你讲哦，这间厝那是一首诗，你会感觉安尼哦？那安尼这么简单，但伊内底迄平面的机能、迄落空间的变化，互你感觉讲，哦，生活之内底的人吼，你规个人的心拢往来改变啦吼。这是1929年吼，迄阵的支那要咧内战，吼。1929年，迄阵支那要咧内战，啊，台湾日本已经入来34年吼。日本是台湾，咱是1939年遐有办一个台湾史政40周年的迄落。啊，过来这个是活足侪回一个美国建筑师吼，叫做莱特吼，伊同名是这栋吼，这栋是一个。溪仔边吼，是1936年
1936年，迄阵的支那嘛是要充满战乱的时阵。啊，1936年，迄阵台湾应该日本是台湾完了统治40年啊，啊，当时伊设计的一个好野人，一个犹太裔的百货公司的头家，伊的别庄吼。啊，这个业主吼，这个业主不是这个建筑，这个业主伊算得真厉害吼。伊叫这个设计这栋，啊，伊佫叫另外一个建筑师设计是沙漠，有设计一间厝哦，做沙漠之家。伊这两栋吼，拢入选做美国的迄个国家的遗产吼。伊这栋厝，干那要参观吼，每半点钟要$50。半点钟落来清场，佫后个入去安尼，啊，佫入去内底袂当翕相，所有相片拢伊内底统一佫卖，伊佫卖一届。一个国家，我拄则讲，什么物件有法代表一个人？吼、哦，咱有些人看下拢，这间厝是迄个犹太迄个生意人，伊死去了后，人要怀念讲，哦，我你这人他那遮厉害，你那目色遮金。你见到建筑师他这么厉害，见的两个拢是算作真个人呢，啊，佫拢会替你留落来。在德国吼，德国因有搬有一个奖，或者搬业主的哦，所以这那这个建筑起来真特殊，真迄落安尼吼，因有一个奖搬去业主的，表示讲你这业主眼光真好安尼吼。建筑是一种具有亚多性优势的一种文化标征啦，吼。表达文化足一种啊，服装嘛是咱表达文化啦，吼。歌啊、诗啊、文学啊、戏剧啊，拢咱表达文化。但是建筑是从强势，吼，伊有法度影响嘛，控制着世间人的世界观甲社会行为模式。所以为遮大家来看吼，当咱台湾到处拢充满这个支那型的迄款建筑的时阵吼，其实咱的头壳中，你嘛拢，你若无去清洗，你若无，今仔日无安尼，咱来上这个课吼，你嘛袂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我头壳内底底一挂，其实迄毋是咱台湾的物件，迄是拢支那的物件。啊，你是用支那的物件内底，你伫咧行为底，你的所思所行，其实你话是无多。无就脱出这个六道轮回啦。这个讲完，迄个莱特设计1902年哦，中华民国要未诞生哈，要未诞生。啊，这个咱台湾人就对真了解啦，这个安藤忠雄。是咱台湾非常有名，即伊一个高中毕业吼，啊，家己捌做过卡车的司机，捌家己拍木线骨，啊，是1995年摕到建筑师的诺贝尔奖吼，啊，迄阵拄伊咧授奖时阵拄伊阪神大地震，啊，伊当我把迄奖金当我捐出去，互遐个地震来鼓励吼，即设计一个教堂吼，细细啊，但是伊咧立壁。当我来破一个窗啊，破做12个窗，啊，光都位啊照入来哈。啊，这是嘛是设计一个水中的教会。伊若这个牧师要讲的迄个台吼，拢来迄个壁墙拢来清掉，敢一面玻璃，看出到一个十字架子的水中安尼哈。过来，咱看这个墨西哥这个、建筑师哈。伊是用现代的这个建筑语言吼，要和墨西哥的当地精神吼，来得到新的肯定甲发展吼。哦，你来看一下，哦，伊这看咱知道这是墨西哥的迄落，这是因遐艺术中心嘛。啊，你看这，你嘛知道这墨西哥的气味真重吼。
这个建老师伊讲过几句啊话吼，我感觉有值得讲，同只向大家来做介绍吼。用我的爸母吼，祖先教我对墨西哥这个土地吼，爱迄落无尽的爱就对了吼。伊讲我读大学的时阵吼，我真正理解到做一个墨西哥人的这个深刻的意义。啊，伊是这个一个工厂的设计中，伊就是要表达墨西哥迄款特质甲精髓。伊这个观念吼，是我读大学时我要听听。人咧读大学时，伊就知影讲，伊要真正了解做一个墨西哥人的迄落。我读大学时，我迄阵了行行，我要想要做一个中国人。吼，啊人伊细汉的时，伊的爸母叫伊爱对这个墨西哥这个土地爱无尽爱。啊，我唔知影讲，咱即个咱的教科书，咱的迄落，有的祖先在咧叫囡仔伫遐咧在读中国童话故事，啊，咧读中国童话故事，啊，读的是咩？即个即，所以咱啥物人，家己啥物人，家己拢袂记讲咱是啥物人吼。啊，你即款人训练出来，即款互你安尼。祖先安尼哦，读册之后，读册佫教阮迄落出来开业做建筑师。你头壳内底底是甚物物件呢？哎呀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 Peter， 这个是迄落瑞士的建筑师吼。伊、哦、讲建筑啊，表达一个真实的感觉。啊，你是咱台湾，大家感觉咱是台湾，敢是真实嘞？这叫我来讲。即嘛，伊设计一个教堂吼，足简单，足简单，一个迄落安尼尔，是即个规个平坦坦的即个平的中间，控制了即个迄落物件安尼尔，这是1007设计吼，即拄仔迄个教堂的入口吼，啊，即新闻即安尼看无，即教堂的内部啦吼，即较歹势，若有兴趣，要咪去。去电脑遐看，啊！即伊设计，即个嘛是教堂吼。啊，咱过来看即个澳洲的即个建筑师，即个建筑师即几个拢摕到建筑界有诶诺贝尔奖，一年拢一个尔，全世界搬一个尔。即几个拢有摕到，即个伊是，即个伊嘛有摕到。你看伊讲啥物话吼？因为我感觉兴趣是，我设计一栋甲我家己诶文化。甲我即个土地有混合的一种建筑，用建筑是一种文化啦，毋是技术啦。后代的人来叫做技术啦，其实技术是必须要达成的要件，但是技术毋是建筑师去注意的。一个业主，一个迄落，伊应该爱去问题，爱去关心讲，我即种建筑要表达的是啥物文化，啥物精神。哦，这是设计一个。迄、那、落、個、青少年的活动中心吼，啊，你看，伊设计即间厝，用我都是为遐原住民吼，因遐澳洲有原住民啊，原住民的厝内底，伊去找伊的迄个灵感吼。伊若厝拢清起来，伊讲伊这厝是，或者伊不爱把即个土地来掘开，不爱有遮个。土内底的这虫啦，啥物迄落动物哦，受到影响。伊同我讲，我的厝是安尼轻轻啊，浸着土地，所以伊的厝拢踩卡同我清关起来。哦，轻轻啊，安尼把土地浸着安尼尔对啦。这嘛伊设计的厝吼。哦，我过来，这个爱来大概，这个班尼尔。迄落李伯斯金哈，这个是犹太人，啊是德国的迄款犹太人的纪念馆，伊透过基比图第一名，啊伊栋厝我有去参观过哈，迄栋厝外观到那像迄一栋厝啊，那是叫做岛啊安尼吼，咱来往美工岛台，迄款海报上挂一领安尼有无？迄栋厝的外观到那像安尼啦哈。啊！迄栋厝诶，外口一个厅吼，你人入去行哦，你感觉人足闲诶，足艰苦对啦。
啊，伊透过这个空间要表达讲，犹太人是纳粹统治迄个时间，迄个心被扭曲，啊，迄个心情的迄款艰苦吼，都表达出来。啊，这人无简单吼，你来看，伊是美国911迄两栋大楼向炸掉对吧？迄、那个原地同我办一个世界比图，伊是世界比图迄阵在迄落宣布得奖的奖的人的时阵哦，全世界有20亿的人口拢在看电视，到底什么人有这个能耐，有法来摕到这个设计案，还是伊摕到？伊是出生是波兰的迄落的犹太人，哦，啊人讲哎啊你讲。你讲迄个德语有腔，讲英语有腔，你看伊讲，伊讲啥物话哦？这是我是为个传记来底讲个哦，这毋是我讲啊。用我是波兰人，我讲德语有腔是正常个，所以我因为我有母语个腔，我感觉真骄傲。吼、哦，用我无需要去学别人个腔调。咱台湾人足济个人，好呆，家己个母语唔敢用，吼、哦，啊，佫要去学一种外来言语，啊，佫要让误认为讲伊是外来人，即句话唔是伊讲哦，佮我较早德国柏林大学个校长费希特，伊嘛捌安尼写一本册，叫做《告德意志全民同胞书》。用咱德国人有足侪人无爱讲德语，甘愿去讲安尼，互感觉讲伊是英国人，啊，伊是法国人的法语英语，用这是袂见效的代志。咱台湾人有这款人无？啊，我知影一个，即个台中市一个立委吼，连选6届，伊是一个分林人，在地分林人，但伊中国话讲甲，互人你唔知影讲伊台湾人。迄是足搞笑个呢，唔知我都黄啥物狗啦吼，迄真搞笑个代志呢。有人讲啊，我迄落我讲话迄落啥物，拢台湾国语，我讲，迄是你同个珍惜，迄是你母亲和你个胎记呢。你连这拢要来换掉，就要是咱卖个一个新，要来你个皮肤泥白共款啦。迄算作戆面啦，对家己一点仔自信拢无。我做者朋友吼，那你教讲话拢讲台语，啊，那在讲业务，在讲啥时吼，都自然会转去别国的语言。啊，有一个两个拢台湾人，啊，两个拢用外国话在讲，啊，我讲啊，恁两个足趣味嘞。恁讲台语，两个拢叫通，结果恁唔是台湾，唔用台语叫通，两个拢用中国话在咧叫通，啊，讲到伊嘛讲袂顺，伊嘛讲袂顺。因为咱人，这个外来的支那人已经足成功，在这个文化上，把你台湾人支落去啊，互你认为讲台语是足无水准的。因为电视，我来大家听说，做罗马的、北京的、三八的、大脚的、翘脚配文人的、强奸的、查拉拢讲台语，做法官、做律师的、做医生的。做些官员呢，还丢拢讲字正腔圆的北京话，对，所以你唔敢承认你是虾米人，你若唔敢承认你虾米人，你做虾米，因为你是建筑创作，还是你做文学写字，你拢无可能啦，你拢永远拢是二流的字啊，在搬乱尔啦，你这设计费偌济？你知？20亿代表以上，结果人又一个摇摆青年哇！人用我因为我讲有腔为用，印度人讲英语嘛是有腔啊，对吧？啊，你台湾人讲英语嘛有腔啊，啊，咱现在讲中国话，就是一定爱无腔，到都会使呢。哦，这伊设计的，拄只迄个波兰人伊设计的建筑物吼。这嘛是一个 museum， 一个美术馆吼，这设计美术馆吼，这设计
一大学内底诶一栋，迄落教大楼，即卖设计吼。因遮人，你来注意来看吼，伊对家己拢充分的自信吼，因拢创造新的游戏规则。咱无看，咱一个国家要。人我要观光，我要观光，离国我要观光来吸引人来观光。观光唔系干风景尔呢？观光唔是干风景尔，观光有一大部分都是拢靠建筑物。我拄仔讲迄个日本人，迄个吼，迄个安藤忠雄，伊一大半设计一栋厝吼，三米八哦，足矮哦，长度11米。两楼尔，总建平加起来无20平，起个全世超过10万个人去，百分之百去来参观，有足大无？有啊，讲咱爱安尼起足大栋无？唔免啦，20平啦，20平都有够啦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有只来看吼，这就是美国国会嘛，伊代表什么精神？美国人看了这美迄落吼，因国家因的精神，因国民的精神，直接你稍微感受会到嘛。国家爱需要一个自信，展示一种自信。国家必须要展示一种自信。虽然文学、艺术、电影、体育、音乐。这个文化嘛，我来定义一个国家的这个身份，但是建筑是同个有效啊，佮同个明显啊。别咪开遐个钱哦，人的国家，人因的迄落是拢爱做这个效果哦。唔像我开遐个钱啊，就是要医生碰中两杯三杯，或者贪污，啊，咱家拢有迄个医生，就是咧准备要碰撞医生要贪污，咱拢无记录，可能我一间厝我都起价呢。我若一个馆长，我起价，我会当予全世界呛声，全世界一定要有10万人坐飞机来台湾参观。咱若有这款心，咱台湾到我都起来了，对吧？我主要是感觉足好奇呢吼。伊这中华民国拢讲伊偌牛、偌优秀、偌先进、偌文明。结果，伊拢赶紧把日本时代的厝拢紧拆拆掉，是安那？因为日本时代留落来厝，那留伫遐，伊起的厝甲人比起来，伊就那一辈牛屎。伊我讲，伊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请全国的精英去起的孙中山纪念馆，也是迄款，迄个什么台北车头，也是迄落，哎，对，中正庙。啊，是燕山饭店，迄个现场去看，迄时间是足粗的啦，有够粗的啦，有够歹的啦。啊，所以你甲日本时代留的厝，迄个比袂过啊！你入来，你迄个心情感觉，你讲，你入去，较早，我读高中，阮的学校，我读台南一中，我的学校要有日本时代起的迄款教室无？迄入来，你行，迄人的，吼，我真想个。这个都自中华民国来台湾去学校，无迄落品质，无迄落气质啦，真正无迄落气质啦。啊，这个同个明显啦，你讲你偌敖，偌敖，你免比迄落比厝就知啊。我看你去的厝，甲人去的厝，比的迄落分会出来，迄拢免讲比食偌敖，偌敖啦。古早建筑是帝国的军装啦，现在咧。建筑是国家的西装啦，所以咱台湾，咱若要讲要迄落自治建国，咱要一个新，予世界有一个新的面貌。咱台湾一寡物件，咱也有这个地角，咱也有知影讲这角星啊，袂当阁予遐个人毋捌来替咱在做决定啊。我较早吼，我囡仔时阵，我有感觉讲，阮咧规条街啊咯，也是迄阵咱看台北个景观。规台湾的景观，拢要甲日本的气味要稍微共款。敢若咱台湾街咯，恁看敢会看呢？真正袂看，我一间呢，
我在住目前住台中，我有时假日我就安尼拢出去佚佗，往咧看倒位较安静较迄落。叫我最近哦，就我中部，我敢来走去二水尔。因为二水通无往开发过，所以因为伊无被开发，所以以后有法保持原原始迄款状况。啊，今仔出去了，这恶愈歹，真正有够歹了。台湾，我感觉哇，这真歹啊！台湾人安尼日积月累。你有歹的厝，但你一直但你弄，拢一直入歹的物件。你头壳做讲，咱的基因是足好的吼，嘛拢去弄啊，当啊变到拢戆的啊，真正拢戆的。真正咱台湾，你去有另外个日本时代去的，你入去个啊日本时代去的佛寺，这个也有几栋啊楼嘞。你入来，你感觉哦，迄感觉，甲迄款佛光山、甲中台因咧去的。真正起一部分款，还有迄厝吼，好歹唔是看相片啦，是喺你个行入来底较准啦。哦，另外，巴西啦，这个总统哦，伊巴西迄阵，这个总统迄个念阿彪会讲到伊，1959年的这个总统哦，迄阵伊是安那决定要来为巴西的行政中心位于里约热内卢，吼，跳江南花安尼，安尼足丰满的跳一舞的，要前去巴西里啊，穿去内卢。伊感觉讲吼，巴西袂使过自较早迄款殖民时代，虽然足繁华迄个所在吼，来入首都，巴西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啦，当我来前去巴西里啊啦，叫。新的建筑师设计安尼啦，你通看出一个国家的迄款对家己的自信，对家己新的精神，甲过去迄落抛开过去殖民统治的迄款记忆，人安尼开始啦。但人咱有心内有这个准备的，开始袂？这个、德国柏林的一个国会。伊个面顶迄个金金有啊吼，你看金金迄个发光个啦，迄个是一个，迄是绿色建筑来，伊个算作真好一个叫做伊拢玻璃吼，啊伊个下边吼都是遐议员在讨论代志，啊伊个百姓会当从面顶安尼行吼，看到议员在讲啥物话，拢广播拢听得出来，啊伊这个有一个抽个，那有一个烟筒，有一个抽个作用。所以伊这算作真有名，你看个金，伊金个伊个是玻璃，内底光照出来，伊个嘛只时时嘛足侪人去咧参观。伊感觉讲，我虽然是看来是军装，是兵啊服，迄就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以前，迄阵国家拢是兵啊服较侪嘛吼。但即个是民主个迄落，所以即个我讲即个拢变西装。但是伊即个军服内底，伊后壁伊开始改啊。但是伊嘛是，伊敢会像中华民国安尼，就是卡条去登起一栋。是呢，伊嘛袂啊，伫德国，啊，伊内底就是安尼，啊，你人一再行有无？哦，你袂像咱百货公司哇，啊，其实为这中遐照来看，都是议会一个国家议员一个咧开会，啊，你一再拢看会着。伊只咧管管这了，这是一个烟筒啦。这是一个烟筒，玻璃做烟筒，会当停。另外，伊啊几啊人，几啊人，咱咧有啊，会当那么行咧。啊，你通透过只，你通直接行，你通感觉哦，做一个迄落德意志的人民咧吼。哎，只议员弄一滴下骹咧，安尼替你管代志，啊，淡淡往顺，你做头家咧吼，头家你啊顺，啊看人讲啊，搁做一个袂好，迄声拢现出来，拢你拢知影在讨论啥代志，透明的，民主政治是透明的，啊，透过建筑来表达。嘛，透过建筑台的人民讲，国家这个新的方向、新的意志是安尼。哦，这加拿大吼，这就是要穿军装的时代，但是咱嘛是欠啦。哦，这加拿大的国会，啊，这咱这英国国，这都吼18世纪的世界霸王啊，田霸王啊，就是伊。啊，这芬兰吼。国家迄落吼，所以当只大家咱了解吼，建筑伊提供一个参考点吼，
好，咱伫即个世界中，咱来定位咱家己。咱台湾，咱有一个物件，互咱的国民心内有一个，有一个定，有一个一个铺路，好来给咱定位。用，其实古早来，咱读人类的历史，就知道人类拢足介是咱的环境中间留下一种永恒的标志啦，吼，一种迄落永久的标记。囡仔嘛是安尼，大家嘛拢留下偷偷留下家己的生字密码，像海山呐、啊。海山伊在去伊的迄种吼，海山的生日，你若解开，都是伊迄个，唔知伊迄个总统府，伊总统府一挂符号吼，都是为遐来。伊的喷水有二八杠，就是讲28，1428出生的。啊，我现在记个掉，因为伊的建筑人描述了足清楚，你知道？什么四季就表示四月，啊，什么？喷水有二八杠的，不要1428啊！当拢有密码，建筑其实拢有密码。用透过建筑，咱有法度找到一个咱的这个有限的生命，有法度透过建筑来到一个无限的这个宇宙啊，做一种联系啊。哦，你看，这个法国人伊，我讲伊这個。伊一个密特朗总统，密特朗总统伊就嘛算做巧啊，真酷酷。伊讲法国我狂叫我拼袂过德国咧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是较早路易十四迄阵建立的迄款欧洲吼，欧洲的我是文化大国咧。啊，我今仔日我经济我拼袂过德国吼，啊，但是我要靠什么来领导欧洲？我要靠什么领导欧洲？所以，自密特朗总统伊咧就任内底，伊着重是伊一寡国家的重要的大型的建设，其中一个包括路中的改建。伊根本伊咧阵你都无爱比到，伊就直接指名叫迄个美国人贝聿铭，美国人贝聿铭，迄中国啊同爱人同炸掉啊尾，讲个什么中国人？人伊讲阵咯，我也是美国人，贝聿铭讲阵我也是美国人，毋是中国人，毋是支那人。伊就叫迄落特色嘅一栋，啊，佮伊自在之下，佮法国另外佮拉德芳斯，佮真侪嘅建设，人为因嘅目标，唔是咧算讲我咧贪污偌济，因嘅目标就讲我起这栋厝，我落替法国嘅人民嘅自尊心提升偌济，我落是欧洲内底，我要做一个老大嘅啦。我钱虽然唔是贪同济，但是我是内底同介新思嘅，同介有文化气质嘅，都是因做工。路易十四同款啦，咱台湾人多一个县市长，多一个总统有安尼在思维，要靠大家啊。这嘛引起个，这无人机个了，为了飞过啊，摄影无人机啊。伊透过一个空，一个门，表示啥物？表示我这个迄落罗浮宫个走线。望过、望见未来，法国的未来，人是安尼咧思考的呢。伊讲过，讲爱个特定落地，中国无啊。阳明山、中山啦嘛，地中国无啊。台北车啦嘛，地中国无啊。地甲林强是迄条向前讲，讲他起个遐尼歹，有无？倒一条歌红写是歌来，你讲起个遐尼歹。台北车啦嘛，地中国无啊，拢地中国无啊。爱是表啊，表示频道就是一。伊咧来讲，恁爸就是在恁打一只啦，怎样啥款？你大脑先天啊！好，咱看者，吼，从快乐个出旁，所以这个澳洲人看到这雪梨歌剑，这是因国家个心无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就讲，哦，真快乐，要去佚佗同款啊！卡毛咩？卡毛咩？卡毛你都背来。啊，你看这科威特，咱科威特人因人口少啊。人伊嘛是要爱有一个国家的心无啊！啊，这是纽西兰啦哈，伊这是新的西装啊，旧的军装两个搭做伙啦。啊，这个是乌克兰啦哈，啊，这就是祖国日本啦，日本因的国徽啦，顶国国徛挺挺都徛起啊啦。这东京新都厅，哦，你看一张观光对吧？
伊这个伊这个有人讲伊个图案袂输那日本的手指门，开膛的图案，哦，那日本的手指门。啊，有人讲伊个图案那就是电脑的基底电路板安尼吼，有诶我那像安尼。啊，即像西班牙，因个迄落，因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即个圣家堂吼、哦。啊，无啊无，先讲到遮啦，啊，大家休困一下吼、哦。啊，咱后者还佫一点钟，我来佫继续讲。吓，后壁就较头壳的问题，拄只啊，嘛是拢有相片，所以迄落你若要困吼，下个紧困一下，啊，上个倒好精神。好，谢谢大家。